这取决于病人的病情的程度。如果是一个常规的一个病人，我们不太建议病人住院治疗，因为关于肿瘤病人的心理状态，我们认为放射治疗在医院进行治疗，然后居家生活，有一个家庭化的环境，更有利于病人的病情的恢复和放疗后损伤的恢复和休息。当然，有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并发症，比如说出血性的并发症、重度的水肿，尤其是颅脑水肿，甚至病人有一些系列的基础病，来又同时又得了肿瘤，像这一类的病人，我们还是建议他住院观察，在医生有效的监督下来完成放疗。这样的话呢，对病人的生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。